蟹腳蟹腳蟹腳，鮑魚鮑魚鮑魚，係嘻嘻含含咁出。豪飛滿滿意，滿意滿意滿意。哇！都幾多個啊！超特濃芝士卡邦尼，濃到一千啊！生日快樂！今天是自助餐特工隊，今天都是媽咪生日飯的第三擊，我是不孝女，今天我遲到選了文華東方酒店的快全囊鋪飛，因為文華東方是它重新裝修之後，我一直心心念念都非常之間想試的，一我是未吃過它的鋪飛，二就是在它未裝修之前我又來吃過 tea set， 我覺得它是有一種 classic 的感覺，那個高級感很想跟媽咪過來 feel 下的。它有一個上海菜加大闸蟹，咦？阿妈已经冇理我讲嘢啦，佢喺度心心念念喺度望住啲龙虾，任食龙虾，任食生蚝，同埋咧佢嘅今次嘅 theme 咧系上海菜，呢个系海南鸡，文华嘅海南鸡系好出名噶，系煮完芝士嚟噶，呢个成个系芝士，咁佢煮热咗个面之后咧，咁佢就会捞落去，跟住搅搅搅，咁就等每一条面条咧都捉晒嗰个芝士味咯。咁咪好浓。但呢個是它的 selling point， 而且它甜品也很 decent， 我真的很精緻的感覺。魚生區，它是擺放出來可以給你夾，好像阿一圍酒席吃的東西擺上來樣，油包大蝦，想要什麼？想好味什麼龍蝦呢？凍龍蝦啦、麵包蟹啦、蟹腳啦、鮑魚啦，都是任拎的。咁佢凍海鮮就係呢四款，都是行啲高質路線嘅。跟住螺啊、凍蝦都有嘅。然後生蠔任拎是完全不需要排隊。熟食嘅款多少少咧，就係偏向海鮮類嘅。咁有呢個比目魚啦、炒青口啦。阿媽果然一嚟咧，都係先攞三文魚，佢真係好中意食三文魚。嗰邊咧仲有少少中菜，有個烤羊腩、羊腩肉好靚，同埋咧佢個爐個底咧係電磁爐嚟噶，即係佢下面一路暖住啲嘢食咯。你唔係話食龍蝦咩？係啊，一停咗呢啲部位買。佢有呢個酸辣湯啊，上海嘢。阿媽等咗我勁耐，而佢餓咗勁耐，跟住佢一出到嚟咧，為係咁裝嗰啲嘢食 counter， 完全消失咗我視線範圍，唔知佢飛咗去邊。暫時我覺得我是成功的，因為媽咪咧對於啲中菜是非常之興奮的。媽咪已經拿了第二輪嘢食啦，咁我就出嚟再重新兜咗個圈咧。佢有一個上海菜的 theme 啦，同埋亦都咧會人均送呢一個大閘蟹嘅。大家最關心咧就係個凍海鮮區啦，瘋狂無限任補嘅。你見到龍蝦龍蝦龍蝦，麵包蟹麵包蟹麵包蟹，蟹腳蟹腳蟹腳，鮑魚鮑魚鮑魚，係嘻嘻含含咁出，都算係 feel 得幾密 ，keep 住都攞到嘅。生蠔咧佢就係入面開定俾你啦，行曬出嚟俾你自己夾，咁就勉卻咗嗰個要排隊同埋要爭嗰、那個。等法嘅沙律巴區就係幾款好 classic 嘅沙律，而值得一讚咧就係佢有一個海撒沙律係喺呢邊嘅，即係佢芝士 corner， 佢係一個好傳統嘅 Caesar salad， 咁就有呢個成個芝士去炒你嗰個海撒沙律，然後佢成個芝士咧都仲可以炒到個意粉俾你嘅。然之後，哇！佢個 Marco 都好靚，佢嘅甜品咧都係好 classic 傳統啦，高級甜品店。甜品款就係同平時啲新啲嘅酒店有少少唔同嘅，咁佢就係 classic 啲啦。佢而家係蟹蟹蟹咯，中式蟹、西式蟹、大隻蟹、長腳蟹、麵包蟹齊曬。哇！你呢個 wasabi 比例會太高啊！你食緊 wasabi 定係食緊乜嘢啊？佢啲嘢 feel 得幾密就真嘅。你攞完龍蝦嗰轉，佢 feel 到兩次龍蝦啦。甜品都真係 feel 得幾快嘅。啱啱畢咗個汁，唔記得拎入嚟添，擺咗出面。呢個麵包蟹呢個 O K 喎。龍蝦呢個位幾舒服，安張凳啊，還可以。上面仲有得照鏡添。沙發有令到我想瞓覺嘅感覺。龍蝦正常唔錯，中上高質，中上高質。但係佢咩款味去到好多，但係佢每一個款嘅款式都 decent 咯。甜品咧係 surprise 咗嘅。佢甜品反而多。甜品有好多。平時出面鋪飛冇嘅傳統西式甜品都有，試下個大閘蟹先。誒，都多高喎、啊！咦，啲大閘蟹靚仔喎。嗱，呢個俾你食啊。咦，大唔多啊，唔得。哇，都幾多高啊！一口咁樣咬曬佢所有高出嚟食，好好味啊！嗰個蟹水。我覺得佢好熟個麵包。哦，佢蟹醋仲幾甜。
啱啱呢個炒嗰個意粉啊，你睇下靚唔靚？係好靚啊！試下，我驚好 happy 啊！咩？啱啱就係諗住拎呢個咧，跟住極速俾人畢曬。喂，你有冇搞錯啫？咪掛一堆喺個三文魚，你係嗰啲勁曳嗰啲小朋友啊？佢睇下你做咩？你睇下你做咩？好正啊！哇！佢咧出面嘅麵包，我覺得係好值得一讚。佢係有酸種麵包，有好多隻我好中意嘅 brand， 佢都有啦。然後有牛油啦，有 honey 啦，有果 jam 係可以搽嘅。雖然可能其他人未必好 focus， 而佢嘅甜品同埋佢嘅雪糕咧，係佢哋自己整，即係唔係嗌出面啲牌子，係佢哋自己每日整嘅雪糕款，同埋有 carrot cake， 我係勁中意食 carrot cake， 好 classic 嘅，但係好多地方都冇，因為香港係比較少人喜歡呢一隻嘅。你不應該試呢個先啊！好啦好啦好啦，我試呢個先啦。一凍就真係，哇！超特濃芝士卡邦尼，濃到一千啊！你試下，芝士濃到一千，你拎住啊！但係咪濃到一千？幾香喎！呢個切嘅牛柳燒牛肉，我係會 keep 住食咯。佢係 medium rare 嘅牛啊，我呢個質地幾好喎，喜歡。Let me try try 佢個雪糕先。咁之後咧食 cookie and cream 嘅雪糕咧。不是那種勁甜的口感，挺舒服的這個 cookie and cream。 朱古力蛋糕很好吃，可可味很濃，很好吃，但是味像黑朱古力那些，是啊，很純度，純度很高。咦，它這個又不算很甜的燉奶挺好吃，下面奶凍不是很甜，上面是很好。人摸過先 Nope。 它這個甜品部呢是吸引到呢，我拿了它塊原味cookie進來，好少噶，即系出面嗰啲我唔会拎嘅，但系佢个曲奇摆得好靓啊，系高级礼盒嘅牛油曲奇。麦克龙始终都偏甜啦，但系佢呢个鲜红色系赏心悦目嘅。个圆粒嘅朱古力咧，入面咧系有几个 layer。咖啡就任性。佢 QQ 好 soft。我哋今日就食完我呢个文化东方，你觉得如何咧？咁我觉得佢最我心目中的傳統五星級酒店，它是很合格的。是啊，我覺得不錯，它那個高級感是很不錯的。是啊，嘢食呢？嘢食都 OK。 大隻蟹好不好吃啊？大隻蟹一隻很高要求，我覺得它是貴精不貴多的。好，今集拎下媽咪生日的蒲飛好不好？滿意滿意滿意，我自己覺得個分數都是高的。我今天突然間立了個心願，我想拍曬全香港 top 10的自助餐，咁就有一個 list， 當你哋同屋企人要吃飯的時候，就可以揀到係邊一間蒲飛啦。好，記住逢星期四晚八點鐘睇住 iTunes 香港 subscribe， 努力緊246出片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你就可以知道我幾時出新片啦。好，下次見，拜拜，拜拜，生日快樂！媽咪生日的最後一擊，終極數眼應該是媽咪生日的最後一擊。現在是2357，咦，他鏡頭這麼濃的，先看鏡頭。在加多拿度買的，就是一人小蛋糕，因為媽咪已經吃了很多東西，所以就選了這個小一點的尺寸，然後是滴滴金。我們要去到那邊才點蠟燭，否則我會燒著了個屋企。哇，千萬不要燒著我的東西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哇，生日快樂，哇，頂佢燒得咁快嘅，我哋你快啲許願啦！我要中大彩，耶、yeah, ！Happy birthday， 完咗。